国代表，欢迎吴海文，谢谢。今天的开课老师是谁？是刘天健老师。好，天健老师开了什么歌？开了 Beyond 的《海阔天空》。天健老师，为什么这首歌？其实我从第一次听海文在唱歌的时候，就发现他的声线啊，很像，好像家驹哦。因为我做 Beyond 做了好几张专辑，那我觉得一直以来我在歌坛里面，我也录过好多好多人，也听过无数个人在唱 Beyond 的歌，但是一直没有找到这样的声线的人。哎，好高兴啊！其实我很高兴，当时听到他的声音，我就跟珊妮讲，他好像家驹的声音啊，我们就一直在期待说他会不会唱 Beyond 的歌。哎，他就是死都不唱。所以等到你开歌。但是啊，这很重要一点就是说 ，OK。Beyond 呢，为什么会让人家家驹的声音为什么会让人家这么深刻？当一个全能 super artist， 除了你会唱歌之外，你一定要有自己的个性。一样的旋律，一样的一首歌，一样的歌词，一样的相似的声线，他有他的个性。我希望你能够唱出你自己的个性。好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来挑战这首歌。是，好的。对 Beyond 的歌曲熟不熟？非常熟，因为我是听 Beyond 长大的，我是因为 Beyond 才要想要学吉他，所以是 Beyond 启发我学音乐的。所以老师刚好开中他心里的一首歌曲，是不是？加油喽，听你表现！掌声鼓励，欢迎吴海文。谢谢。谁人都可以。
谢。市场决定赛，谢谢吴海文。哇，你这唱了，我要第二次在那边哭了。你想哭哦？对，我觉得我真的很想他。但是呢，我当然我不会啦。现在他在天堂上面做音乐，很开心。但是我觉得你真的有唱出你自己的味道耶，就属于吴海文的味道。OK， 我觉得，你真的蛮厉害的，我很替你骄傲，棒。谢谢。谢谢老师。恭喜老师。这样一首血性男儿的歌，我很讶异吴海文可以唱得这么好。我觉得。像这样子的歌呢，很怕就只有热血，却没有眼泪。但我觉得你有热血，也有眼泪。我听了真的很少听到这么澎湃的歌，然后这么坚定的歌，因为我一直觉得这是一首军歌，可是我听了却非常的感动。我觉得你在这首歌展现了收跟放的一种自如。我认为这首歌也是你在操的代表作。我觉得天健老师。帮你挑这首歌，真的选得非常的好，你也唱得很棒。谢谢老师。山田老师，这大概是我在选秀节目里面听到海阔天空唱得最好的。谢谢。我真的蛮感动的，因为你在台上，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两个礼拜以来，我觉得你慢慢的有在改变，因为你在台上变得很安定。那我想这个歌当然是可能你从小听，因为这是你对你来说很有感情的歌，所以偶像的歌。对，我觉得你唱得很有自信，而且很有信心跟热情，所以其实听了会很感动，尤其那些，而且你平常的高音处理其实常常都会很紧，但你今天很多高音的部分，我觉得都处理得很好。但是主歌一些低的地方是很有弹性的，其实跟家驹诠释的方式很不一样，我觉得这。应该算是最近以来我看过你最好的表现。谢谢。我就看你天健老师就忍着眼泪。我也很想他。那现在我要看第三位吴海文的分数，请下分数。吴海文用心唱出动人情感，他能用 Beyond 的经典歌曲杀进十强吗？虽然都可以，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？给自己一次机会，义无反顾的奋斗。谢谢。用歌声一圆梦想。深深到现在觉得最。Super Idol。那现在我们看第三位吴海文的分数。请下分数，直接过关分数在42分以上，直接过关，43.4。这是你的最高分，这是我的。你要说什么？我难以言喻，除了谢谢还是谢谢，这是老师的功劳，老师的功劳。你唱得好，你唱得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好高的分数，因为天健老师给到9分呢，龙轩老师8.8分，9分出现了，这是你在超舞里面第一个9分。好，好，来抽签，下一位。为什么你们看起来那么紧张呢？哎呦，哇！